喧嚣的生活需要音乐洗涤不安的灵魂，本期就为大家介绍三首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摇滚单曲。Beat It， 这是一首反对社会暴力的音乐作品，是迈克尔·杰克逊的经典代表之一。歌曲曾被《滚石》杂志评为100首最佳摇滚，并入围了摇滚名人堂最经典摇滚500首的行列。波西米亚狂想曲，这是皇后乐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，曲子结构极为特殊，且由几个风格差异甚大的部分构成，并且充满着猛烈的意识流与噩梦色彩，被很多音乐界人士认为是有开拓性意义的歌曲。这首歌也是英国有史以来销量最大的单曲，影响甚大。Yesterday， 这是披头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，也是摇滚史上最棒的指标性单曲。优美的旋律，隽永的歌词，不论文化背景、社会地位、审美取向，几乎人人都会被这首歌打动。截止2009年，歌曲的翻唱版本就已经超过了2500个，是世界上翻唱版本最多的歌曲。